哟，天闲了哈。你来我来看病。好，没有那个电的，你外久来这点了没有？以前我你唔捌看过。是啊，是讲即届歹几号来的啦？迄张大伟呢？无啦，迄去顶摆去啦。对啊，我唔知外久摆去哩。啊，就人家来边来看，我咱就顶摆去啦。哦，是啊。哦，对。对那个小块啊。哦，对。感恩啊，感恩啊。哦，这种宝贝呢，是啊，也是种宝贝，这种土一条，这种就平时底下的，对啦，土一那种遐厉害啊，土一那种啊，好孔子问礼与老子画像石。这个车也够用，人来吃嘞。好。这个，你看水满了就会倒了，水满了就会倒了，然后有人去做人要谦虚，满了就会倒了，哎，做人要谦虚。时间没事，去黄梅山看嘛。就讲
今年就高嘛。哎，那个交租的租金，你看当天那个活动，方便没带。起码是安尼，拿有确定，哦，有交货。那是去刚好是那听着讲，讲因。你好，同志们。哦，真多人咧。前前后后前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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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哦，还是浅显的吼，还是浅显的，呵呵，哦，浅显好，浅显好，呵呵呵，哦，浅显好，浅显好，哦。那我们稍微的印象来，好不好？哦，那个前道在后选在这一边，那我们来分哦，来哦。好，浅浅浅浅，漂亮。漂亮，爱熊，爱熊，爱熊。忠孝仁爱心里有。忠忠。对，忠忠忠。八个单位。哦，全是。这里有，这里有。哦，爱熊，爱熊，爱熊单位。忠孝仁爱心里有。和谐单位。台北呢？台北的到这里太赶了。好，那待会儿呢，我们来进行彩排。那我们彩排的队伍呢，我们会把它拉到我们的九龙半岛外面的楼梯，然后一直到广场，然后呢把它排成左右各一排，好，然后来邀请贵宾。好，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邀请贵宾哦，就是站在那边拍手，这样会很干。拍到后面也没有力气拍手了，所以我们来唱一首歌。好，这首歌很简单，超简单的。那我先带大家唱一次，才会崩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带大家唱。哎，我们来，我们坤大的浅浅来说，这边怕冷，他钢琴他是会玩。好，那这首歌呢叫《真正高兴见到你》。我会唱，老师听出来，大家都觉得很厉害。那我们会唱的前前，我们大家跟着唱一次。好，那不会唱的前前，我们就先拍手。好啦，预备开始。真正高兴见到你，欢喜欢喜地欢迎你，欢迎欢迎。我们欢迎你。好，会了吗？会有三次，会有三个时段要空空空，那其他的是不听啊，听啊，哎，哦，两个来听到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真正高兴见到你，太喜欢你，欢迎你，欢迎，欢迎，我们欢迎你。跟着贵宾往内走，那可以吗？比如说有两排，好，那贵宾。
最后面的浅浅哦，如果你发现贵宾已经走超过你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跟着贵宾走，然后跟着贵宾走到我们大殿里面来。哦，那到这边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用这么整齐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围在四周的两边。那候选会邀请贵宾站在前面这一边，他开始做一些介绍。哦，那时间呢，大概不会超过一个小时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。是稍微这个配合一下，然后让我们的贵宾呢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哦，这个是有关乎我们义和盛唐的形象哦，因为不是只有我们来而已，我们还有黄玉山，还有新义中心，还有新南新，还有基督中路哦，有很多到场的前线，高雄来嘉宾，那现在来了呢，就是让我们表现义和中路做到最佳时候哦，所以各位前线，那你义和精神我们标准都出来。100分的这样的儒家的这个风范呢，把它表现出来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，再来唱一次歌哦，跟大家感谢了哦，我们再唱一次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先休息。那待会呢，如果游览车要进来的前十分钟，那我们好，等一下结束后，我们先去准备队，我大概猜呀，等一下应该怎么排队比较好？好，那如果排完队，我们就先各自结算。那待会时间快到的时候。那请等一下，各位前线集合的地点是你家。等一下集合的地点就是你我靠，我们准备要拍手了。OK， 好，那同学啊，我们再唱最后两次好了，连续哦，连续哦，好不好？连续两次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等等，好些人见到你，欢喜欢喜欢迎你，欢迎欢迎。我们欢迎你，高兴的欢迎你，欢喜欢喜的欢迎你，欢迎欢迎，我们欢迎你。OK 好，可以。好，那各位前线粉丝，我们先到外面来排一下队，看看我们队伍怎么排会比较适合。好，那请前到，请。Thank you.